谁是超四接班人大爆秘。我觉得自己好像都没有办法到那个自己想要的那个地方。那你把它放慢一点，因为这是因为你一直在把歌日记的念，那大家听了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情感里面。我后来经过就是自己的调试，决心就是想要好好的表现给每个人看。6月27号周日晚间10点，三立都会台30频道《超级偶像》特辑。